这个棋实在是太熟了，我跟你说，熟能生巧，唯熟手熟尔。现在有时候讲棋都不用动脑筋，你就点就行了，唯手熟尔了。他们微山湖武功队指导员光临直播间，这名字厉害了。啦啦啦啦！直播间这么多，这么多朋友了，这么多贵宾了。数据在上涨，放录像真的是对笑笑挺好的。笑笑的有些录像都是选取的，每天记笔记，然后去做视频，这个，对笑笑的发展还是蛮好的。这而且笑笑不能保证，一直。谢谢我家虎大哥的又一架飞机，看看回放，我有些题下的是非常好的。不是吹这个牛皮，就下棋讲棋这点功夫，啊，一般人够点呛。不是吹这个牛皮，吹牛皮别人也不行。论吹牛皮谁吹得好，斗鱼找笑笑。吹着小牛，下着棋啊，大家喜不喜欢看棋？喜不喜欢听牛皮啊？啪叽打带手将军，对方不是塞个炮，对方摆炮，我这棋啊也能跟他换啊。同时呢，对方这个棋将怎么走？进马的话，我这个棋有进马的棋，蹬着炮还吃着炮。是直播朋友们，再次感谢我们家虎大哥的又一架飞机支持啊！他要不是我就塞过来。啊，不包括，就是贵宾指的是啊，在斗鱼上消费过的啊。你要这么走，我就进马了。对方打我再进马，啊。再进马，这个棋准备把车弃掉，进马一踩，进马一踩，蹬着车，对方车一走，我再进车。将来这个棋配合钓鱼马，配合中炮，啊，这个棋要坐穿了啊。同时还有再打车的棋啊，这个棋还有再打车的棋。谢谢我家用户056大哥又一架飞机支持。对方得冲兵，他不一定能看到我打兵。哎，对方进车非常明确，这棋不让我打兵。这个时候还有拱兵的棋，相当于什么呢？啊，在这个局面下，我们这个棋相当于，是不是相当于这个棋，一换二之后，这个棋得了一些势头啊，子力的位置比较好了，所以有朋友一直在问啊，这个笑笑一换二是亏还是赚？这个很难讲。像这盘棋，我方丢了一个车，但是是优势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如果丢车都是比较劣势的，没车的一方是劣势，尤其是刚开局的时候。但是走到中局的时候，你要看子力的位置。你看这个位置特别好，对方的车倒车入库了，啊，那么你这个棋肯定是黑棋优势啊。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听懂啊？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问，笑笑，你这棋一换二了，到底谁亏谁赚？你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是直播呀，朋友们，看右上角的时间就知道是不是直播了。看势头，看位置。你看这个棋，他这个局就这憋气都能把他憋死。心态都要爆炸。我摆炮，对方走上马再打车，摆炮再打兵，上马再打车，进马奔卧槽。你看这棋，对方都心态爆炸呀，这棋到处都是棋。打兵还有这个棋不同的选择，往这边打还是往这边打？谢谢小鹿哥哥的办卡，感谢支持。我这炮打兵，对方再出来，这个棋从哪个地方打比较好呢？大家觉得怎么打？觉得往这边打的扣个一，往这边打的扣个二。
打哪边呢？打左边。谢谢小鹿哥的喜欢，打左边吧，那就吃。打左边浸泡打香是吧？打左边的话就浸泡，然后再打香，这个想法。啊，打这边的兵，嗯，然后有浸泡，然后再攻击象啊，全线爆破，这个思路。是的，炮下去，说的没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哎，把炮先沉下去，再把盾象给他废了。他怎么走这个棋啊？摆车也行，这手棋马就不要了，这手棋摆车也挺好，摆车吧这棋。嗯，欢迎感悟哥光临直播间。有破势的棋吗？这个车的位置破势还不好破，进车砍对面羊士不能破势啊，这个棋。他这有个车，看看怎么走，把它废了。进车砍。对面杨氏用马踩士呢，对方摆车，我方进车，对方回来。谢谢小鹿哥的办卡。嗯，然后我再摆车吃士，这手棋这么走。要破士怎么破？怎么个破法？如果对面打过来进车砍，对方杨氏，我进马踩士。因为你直接进车踩士，对方有车，对吧？你利用这个将进马踩士啊，进马踩士，对方吃不吃？你不吃你就死了，吃了你也死了。你一吃我再进去怼下去，利用将这个棋我方在攻击士啊。想了这么多，大家看明白了吗？那你这棋不吃我退马，你不死了吗？直播间还差200多个鱼翅，踢个三星儿。哎呀，这个做直播就是充满了各种 surprise 啊，朋友们，这各种惊喜，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有的时候正难的时候，忽然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，你看看。他们风雨总无情。surprise 啊，真厉害，谢谢夸奖啊！这十步以前这个棋挖士的这个想法，我们在老早就在思考，同时讲出来了。同时，我们下也是这么来的，是吧？嗯，谢谢我家虎大哥又一架金丝飞机，谢谢我们独孤求败大哥的六六。一句先苦后甜，我熬了一年又一年，曾经一腔。哎呦，我们这周飞机榜不好守啊，飞机榜好像差有点远。这周怎么飞机榜差这么多呀？勇士团的飞机榜。心中早已无怨言，他日落的脱身法。谢谢我家万总的星际飞车，再次感谢我家万总的支持啊。这个棋对面已经死了，我们把它复个盘。如果退马这个棋怎么办？他选择出将，红棋给选择出将之后，我方怎么走？进个炮打车，那你这个棋炮走不了，只能走车，对不对？对方的车一走，这个棋轻车死棋，对吧？要不对方也挡不住了，所以这个棋黑棋在于这不进炮啊。复盘一下对方怎么死的。好的，那么除了这个棋这么走，对方也有怎么走呢？也有吃掉的棋。如果吃掉，我方怎么走？直接砍啊！车这个棋利用白脸士将不上来，将上不来也白脸士扬不起来，对方这个棋得走啊！对方这个棋得出将啊！出了将呢，这个棋就容易了，这个棋就 so easy 了。那么进车砍对方上将，把车一砍，这个棋连续吃子儿，废废废废啊！也就啊，现在这个死不了也活不好，这个棋是吧？他怎么走怎么废呀！啊，僵一下，
再看个试是吧？得几步棋，但是这个棋也是差不多了。看明白扣个六六，觉得不错，可以支持一下，比较精彩啊，这个棋非常精彩啊。这个棋精彩之处在一换二哦，我方快速的换了一个车，送了一个车，吃了对方两个子，通过换子的方式达到了一种阵型的优势啊，这个扩张了我方啊这个。